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视频是与 OKEX 进行合作。在本期的视频，我们释放了注册奖金。接下来，我也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指南，关于本次的活动以及规则。这边有它的活动信息。这是它的一个活动信息。注册得到价值50美元的比特币。首先你要进行注册登录，其次你要通过他们的实名认证，然后购买或者存入至少价值50美元的代币，然后得到50美元的比特币。关于如何得到此次的奖励资金，首先呢，他们要求实名认证。其次，你需要买至少50美元的菲亚特代币，或者是你可以存入至少50美元价值的代币到你的资金账户里。本次奖励将会在促销活动结束的7个工作日内到达您的账户。OKEX 保留取消参与任何欺诈行为用户的资格的权利。以下呢是顾客支持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点击这边链接可以进行反馈。那这边也有一个新手的教程，我们可以点击直接进入进去。我们点击它的新手教程就会直接到这一步。它会展示给我们如何进行实名认证、购买比特币，或者如何进行注册，是非常简单易操作的。关于 OKEX 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主要页面，我们可以简单来了解一下。一站式数字货币平台，买币交易工具学院，随时随地进行交易。点击这边是可以进行下载它的这个软件，可以直接进行买币。快捷买币，选择您对应的币种进行购买，按金额或者数量，支持支付宝、微信或银行卡。可以看到它的行情，这是它的行情，可以看到比特币、以太坊等币种的最新价。24小时涨跌幅以及市值进行搜索。这边呢是它的一个交易页面，大宗交易或者是法币交易，购买出售，查看币种。那这是关于它的 BB 交易、杠杆交易、合约。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的 BB 交易，买入卖出、历史委托、交易信息、市场信息、在更多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产品支持以及其他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在这个平台上面 OKEX 币种始终位于顶部，包括在这个
信息页面大家可以看到 OKEX 这个币种，以及他们这个项目的这个交易量，包括他们的始终位于顶部。关于 OKB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在这里也可以进行购买，市值排名，这边是官方网站的渠道，交易量、流通供给量，它的图表信息。关于 OKB，它是一个加密货币代币，在以太坊平台上运行。目前呢，它的供应量为这么多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最后的已知价格是4.88美元，下降了0.17%。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，它目前在50个活跃市场上交易，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，这是它的统计数据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交易量，包括它的活跃市场的交易量、价格、交易量的百分比。在它的官方网站呢，我们可以加入到社区，这里有全球社区集合。中文官方以及英文官方微信、推特、Telegram，在 Telegram 我们也有中国的社区群，大家点击进行复制，可以进行加入。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订阅。进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